车籍。哇！胆固醇都高，咁啊戒口我就真系自己知道好难戒嘅。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個醫學昌明咧，啲即係嗰啲藥咧都可以控制得到呢啲啊。咁所以我都係靠嗰啲即係藥嚟食住，但我冇改變我啲飲食習慣咯。咁我係一個人咧，即係得一個啊，即係嗜好嘅，你都搞埋即係人生都冇乜樂趣㗎啦。